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前面的四节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下面来学习我们这一套操的最后一节，也是难度最大的一节，你跟我一起学好了啊。好，我们准备，先把你的左脚向后撤迈出一步，预备，五六七，走，一，看好我的双手是呈交叉状，好，然后把你的右脚向后迈一步，二，再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，然后我们往后再做，准备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的同时，把你的手和脚都收到你的身体里面，然后呈团缩状态，预备，我们再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然后下面的动作，把你的右脚提起来，并自你的左腿的膝关节处，然后记住你的膝关节不要向外伸，一定要含起来，同时手臂是向上打开，四，做一个定型动作，记住我的手臂五指打开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，对，打开了吗？好，下面把你提起来的，也就是你的右脚向前迈出去，同时双手交叉于胸前，预备，起，五六，第七拍的时候呈弓步跳，双手侧平举，七，然后八拍的时候收拢，八，学会了吗？我们再来一次，准备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非常好，好了，我们再来一次，然后往后学习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把你的右腿呈弯曲状向你的前方迈出，二，双手收至你的腰际，二的同时跳开，三，定下来，四，呈圆状，再来一遍，五六七，走，二二三，好了，把双手以这样的状态合并放置于胸前，用你的左脚向左后旋转，五六七八，回到原位，我们再来一遍，五六七，走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看好后面的动作，脚呈开合跳，手臂侧平举，上举侧平举，放下，我们做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动作很简单，最后一个动作，脚上做一个十字形，预备，起，四二三四，再来一遍，右脚向左侧，预备，起，四二三四，把左脚向侧弓步迈开，五六收腿，七收腿，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五六右脚走，四二三左腿，五六七收，很好，下面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动作连一遍，没有学的手臂动作大家跟我一起做一遍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冲拳抱臂，五六打开，走，三二三四五六七，看好后面动作，四，先出你的左手，二，右手停一拍，三，放下来，四，双臂向上，五，往下收，六七，收下来，八，学会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加快的速度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六七八，好了，我们从这个状态到右边的动作，把你的右脚向前，我们跟一遍，预备，起，一二三四
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五、六、七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把你的左脚往前，预备起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还是朝向你的左边，二、二、三，收，转圈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并步跳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向右边，四，看好我的手和脚，二、三、四，右侧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你学会了吗？好，我们把右边再来一遍，向前走，从我们这个动作开始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好了，下面我们跟着音乐，把左边和右边一起做一遍，准备，走。